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又到星期二唱诗祈祷的时间了。今天我们很高兴，我邀请到几位老师，包括有陈永文老师、梁达明老师和建中堂的 Thomas 和大家一起唱诗歌，将时间交给大家。各位同学好啊，好荣幸今天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分享啦。咁我就揀咗一首詩歌，咁就喺我哋嘅神星嘅詩集45首，叫《伴我成長》。咁咧，阿榮文老師同我講咧，大家都好熟噶啦。咁所以咧，都讓我哋一齊去唱。既然大家咁熟咧，希望我哋一路唱嘅時候咧，都讓你可以回顧翻，都唔係回顧，即係讓我哋享受翻我哋昔日喺校園嘅時候嗰個嘅畫面，好唔好啊？讓我哋一齊唱啦！沒法找緊光陰片刻分秒，沒法猜測身邊最合山你，但我感激恩主給我有伴，在這匆匆一生添意義，是你珍惜彼此每刻相處，落困甘苦始终伴在我旁，愿意彼此关心宽恕接纳，实践基督降生的真理，同携手阔步踏上天路行，令我心卓越是你的真挚，求主纪念祝福这段，这段情义不变，没法找紧光阴片刻分秒，没法猜测身边最合山你，但我感激恩主给我有伴，我匆匆这身添温暖。其实咧 ，Thomas 都系喺中学嘅时候咧去学《伴我成长》呢一首歌嘅。咁但系咧，令我觉得好感动嘅，反而系我中学毕业之后，当我每一次再听翻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就成日回想翻我中学时候嘅片段。可能有啲同学都知道，我中学嘅时候都有一段时候系俾人欺凌。是過住一啲好唔愉快嘅日子，其後就開始有翻朋友啦，之後就喺學校繼續成長咁樣。縱然會經歷過唔開心，但係當我再去每一次聽呢首歌去回想嘅時候，我都覺得係好甜，令我想起過往，可能會俾人蝦，但我同時間亦都有老師去同我去支持我同我成長。我後期有很多同學和我一起去成長，今天可能對於各位同學來說，面對要停課，又或者可能學業上面有很多不開心或者艱難，但是 Thomas 很希望送上這首歌給大家，盼望將來或者再長遠一點都好，你再唱這首歌的時候，你都可以回想回昔日在校園很開心的片段。我特別送給中六的所有的學生，都知道接下來 DSE 考試，可能之後大家就要離開校園，不過我希望將這首歌送給你們的時候，你們可以回想回昔日這6年的時間在校園開心的日子，有時間我都很歡迎，也都很希望在校園再見到大家。多謝大家。我是一位老師，也是一位媽媽，一個學生。在这段日子，我在家除了处理教学工作，就是负责照顾小朋友，陪伴他学习。而作为学生，我和大家一样会在网上上堂和做功课。我非常明白大家未必很习惯在网上学习，要专心地在电脑面前听老师讲课，又要自律地安排自己做功课的时间。但亲爱的同学，好想你在困顿中依然时刻记得老师因着爱锡你们的缘故，一步一步地走出安书区，学习使用不同的应用程式，在你未可见的角落默默耕耘，为的只希望你有更加好的学习。
好想同大家分享呢首诗歌。我的心为何忧闷？记住，神是我哋最大嘅安慰，而一班老师依然与你一直同行。盼望同学喺难关中好好照顾自己嘅心，拿出更多嘅温柔，更多嘅忍耐。我相信我哋再次喺校园见面嘅时候，我哋彼此都成长咗更多更多。我的心为何忧闷？你为何如此苦恼？人长多尽心愿，含着泪哭诉，围住我是困倦烦躁，要等多久？方会天亮，试问谁人可知道？灵魂长已枯干，无能力祷告。神啊，你是否看到？求给我力量，坚定相信，阳光不见。但主的心意依然是最好，在幽谷中仍仰望，从深处求告，求你叫爱学成为过保，请给我力量，坚定相信，神必看顾，令我不至惊涛上跌倒。全盼望寻找的必找到，愿一生躺进你怀抱，愿一生依靠你终老。好，最后我们请大家同心低头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当疫情在世界各地不停地蔓延开去，我们很担忧的时候，我们不忘到你的面前向你祈祷。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纵然疫情的发展很多我们都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有主你的掌权，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求主来到去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主是在疫症蔓延的时候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需要的物资，无论是我们起居饮食所需要的物资，我们防疫所需要的物资，求主你今天赐给我们，也求主你免去我们的债，正如我们免去人的债。我们有不足的地方，我们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求主你赦免我们。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有一班的老师同学，我们一起纵然未必能够见到面，但是我们仍然都是有同伴一起来到去歌颂你，一起来到赞美你。愿国度权柄荣耀都归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祈求，阿们。見到大家，不過呢段日子知道大家辛苦了，我們老師們和同學仔都一起很努力地去學習怎樣在網上和大家來互動，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這段時間，把握這段日子努力在家中來學習啦。特別為到中學的同學仔都加油啦，因為知道你們都辛苦了，但是呢我們老師們會為你們祈禱，希望大家都努力，希望各位同學仔在停課期間可以繼續努力學習，身體健康，我們復課之後一起再努力。各位同學，祝大家身體健康啊，在這段時間大家要繼續俾心機學習啊，加油啊。各位同學仔，我們在家裡記住要俾心機溫書啊，
雖然不可以成日出街，但係咧都要得閒做下運動啊，喐下自己啊。好啦，拜拜。各位同學唔好浪費時間，珍惜光陰啊！我哋背水一戰，共同抗疫，耶、yeah! ！加油啊！从深处求告，求你叫爱学成为个宝，请给我力量，坚定信心。